哎，大家好，这里 Shinix 为大家带来一期《怪物猎人》的网上更新视频。我们在这个我也是刚刚加进来一个房间啊，然后发现它是，应该起码是一个继位房间，但是它是在就是打祭己新人这个怪啊，我也是不是特别的清楚。不过怎么说呢，我们起码这个房间它是没有开麦的。哎，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我们看见这边有是一个大剑，然后这个太刀貌似是，我看没有看错的话，貌似是一个 HR711 的太刀，也是非常的猛。然后剩下两个人应该都是 HR， 应该是6吧，正在升 HR。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任务呢，是一只在，应该没有记错的话，是在孤岛打的这个雷狼，哎，不是，还不是孤岛啊，这个直接是在山峰打的是雷狼龙，已经是有人发现了。然后哇，这你直接去偷袭菊花吗？这个玩鸟由于被偷袭了菊花，结果下了个蛋出来。然后貌似那人对蛋没有什么兴趣啊，直接是被忽略了。这样我们还是接着说这个雷狼龙。雷狼龙我现在这回也是第一次用我们的这个这个是叫弓箭打雷狼龙啊。我发现这个太刀他，我刚才没有看错的话，貌似是他穿了应该是一套的金火龙装，还是比较弱雷的，所以他也要小心点。这样我们直接是用这个虚射，因为是有人是埋了陷阱，直接先把他的这个看能不能直接睡眠吧。哎，这貌似打歪了吗？怎么又一个落血？哎，这样我们直接是换上吧。哎，怎么没有人打呢？哎，说说这个，你说有一把这个大剑还有冲枪，这两个人也不知道打这个，哎，哎，刚才也是一直在射驱射，还是硬直很大，我也是不太习惯，所以说刚才中招了。这样我们直接是，我怎么发现背后有只野猪呢？刚才是由于是雷龙直接跑到我的视觉的这个盲区里，所以说我也是没有算准这个翻滚时间啊。这样由于他现在是处于一个这个超带电的状态，应该是愤怒了，所以我们直接是，哎，这种倒地的话应该是直接接一个，这直接是来一个 slave， 这样还是用普通的连射吧。哎，给他们奶一个。错，这样直接上，接着来接。哎，怎么这么多人晕眩呢？什么情况？还好没有去看他们。
好吧，刚才是我的问题啊，因为我是想直接是离近一点，因为是这个街机屏嘛。但是发现开着这个镜瞄准跑动后啊，发现视野很混乱。哎呀，啊，这是我的问题，没有看见。这回滚过去了，起码我是有知道嘛，可以是看见它是在这个准备是直接是放电了，不是是高吼了，现在刚才在放电的话，哎，放电的话攻啊还真是说不太好，因为我们刚才这个状态离太近的话还是容易中挡，离得太远的话由于是这个伤害感觉不太够。哎，这样我们接着是打腿吧，直接是打出了硬直，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打的，不过起码出硬直了，出硬直的话直接来枪击了。哎，这是要换区吗？换区了，既然大家都在捡节操，我也来捡一捡。哎，哎呀，人类500块钱感觉很亏啊。那边的尾巴没有人扒吗？还是说他们都已经扒完了，扒一扒，一个壳，这个好奇怪啊！哎，由于是有人是又埋了陷阱啊，这样我们是为了增，我天，这样的话，既然是他没有中，我们还是尽量先补个药吧。哎，这样补把药先弄补齐。还没有说到，哎，这个就是有一点，由于中陷阱的雷狼龙，它也是会被这个，也是会，哎，刚才在说话，由于它也是会等于是充电的。刚才是陷阱好之后，马上是直接的，哎，现在是倒地了。但是这种状态，它这个超电到这个超带电状态，哇，怎么感觉这么绕口呢？超带电状态，它是不吃陷阱，不吃麻痹的情况下，所以说刚才是想捕获也是没有办法，直接射死了。发现他们三个人都是中了麻痹状态，刚才也是，应该是尤其都是近战，刚才在的是中了陷阱的时候嘛，中陷阱的时候大家都在输出，结果陷阱一好就是一破掉，这个雷狼龙直接是来了一个放电，他们等级都中高了。这样发现怎么说呢，现在是稍微这个队伍啊，应该是怎么说呢，大家起码就是还是有一些这个知道该干什么的，所以说感觉上我们这个，哎，这人怎么直接飞掉了？应该是别人打的。所以说感觉我们的弓箭现在可能是这个瓶的使用，应该是再看一看吧。感觉上现在强击瓶根本是使不出来，就是两个异常状态睡眠跟麻痹打出来之后，应该还有打过接机瓶吧？接机瓶也是打光之后，强击瓶感觉上刚一上这个怪就直接死掉了啊。所以说，看看之后吧，看看以后我们是不带雷攻击加6，普通弹加3，这个感觉我应该都有比这个好一点的，直接是不要了。这样以后呢，我看一下能不能直接上睡眠，然后是麻痹之后呢，直接哎，不对，其实再想一想，感觉应该是直接麻痹再睡眠的，因为麻痹的时候，他这个发现得到了一个这个玉，
应该是他麻痹的时候还是会还可以积累睡眠状态嘛，你睡眠的时候等于是没有人打他，这样可能是，对，这样想起来应该是顺序更好一些。这样先以后呢，我们先把他把麻痹掉，麻痹掉之后呢，趁他麻痹的时候再给他上换成睡眠瓶，就是争取打一打，然后等他麻痹好之后，应该是我觉得差不多就是马上能睡着了，哎，这样应该是更好一些啊。这样我们下一局试一试吧。嗯，哎，这样我的这个疲劳瓶也就不带了，因为感觉上我们输出实在是输出很高啊。刚才是吃了一个，应该是吃了一个古代面。哎，看一下这个任务，然后有一个，哎，天哪，哎，一个太刀，这个刚才是 HR700 一局太刀啊，等于是他走了，走完之后，怎么又是一个这个任务呢？哎，不行，海龙还是，海龙应该是雷属性嘛，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我还真是没法用工装打了，因为它的我这套工装雷属性负25，然后我应该还有一套工装吧，哎，这套工装也是雷属性负25，所以还是非常的危险。我其他的工装就没有工装了，这是一个女装。这样的话算了吧，我们直接这回换近战，因为毕竟是一只水里的怪，还是接着是使用长枪吧。今天是水里怪，我也是没有选择。保险起见，我们带一个抢走。哎，这个应该是普通的海龙，海龙普通种海龙应该不会这个周身的一个持续放电吧？应该是白海龙。貌似是，哎，这样还是接着吃这个猫的这个提升暴属性伤害，看一下有没有发动，哎，不就发动了。还有另外一个技能，貌似是猫的魔刀术啊，它是可以是有一定几率，怎么说，有一定几率是可以增加我们猫的这个，哎，这样直接开始吧。就是有一定几率是让我们的磨刀更快一些，这样的话我们三个人，哎，这个人，这个叫阿法的人，他的套装是什么？还真没有见过啊，不太清楚，看着像萤火，但绝对不是萤火，因为除非萤火在三季里它的样子是改变了，海龙应该是出生在上面去，但直接在换机之前，先来一个怪力种，直接是上我们的抢走吧，感觉上现在不用白不用啊，因为起码他现在岸上的话还算是比较，哎，好吧，这个是没事，在水里。这个是啊，这是大剑他是没有吃饭，没有吃饭的话感觉还好吧。这样，哎，我们看一下他这个海龙，哎，开始游走，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是马上会出一个，哎，果然是会出一个这个蓄力的一个水下龙车啊。哎呀，发现我水下依然是找不到北啊，一直在，哎，这都打不到你，刚才这三下我觉得完全是能打到的呀，但是就是没有打到啊。就海龙他这一招，这个很突然的一个这个龙车，我也是真不知道是怎么防。天哪，我晕了吗？晕了。这样是再喝瓶药吧。这个水里的怪我真的是不怎么会打，也没有办法，现在这个我只能是，哎，没有吃饭，你就没有秘药什么的吗？直接
没有办法了，这个海龙啊，实在是不会打，现在我只能打贫血流了。大家要是不喜欢的话，这个这段你可以跳过，我也是实在是没有办法，我的技术只能是这么打了，因为实在是讨厌打水里的怪啊，这个我也是没有办法。哎，你看刚才这个两下为什么就是打不到呢？然后这是直接怒了，由于他的脑袋比较长，所以说是直接的这个什么吗？直接是由于是这个声源是在我们身后啊，所以说防御什么的我不用。哎，他刚才想放电，由于是被打断了，所以我这个防法是等于是直接是虚过多了，去了一个蓄力的防法。这个看出来了，是一个蓄力，这样我直接防御。还没有第二段吗？没有。这要干嘛？哎，这个怎么就打不到呢？这个，哎，这个刚才也没有打到吗？这回打到了吧？我不太清楚，不知道是有时候打到了，我觉得是没有打到，还是说这个也是，这个是蓄力放电吗？还是说不太清楚啊？刚才这个应该是一个蓄力方面，看来还并不是说只有白海龙会，应该是海龙他们会。由于是没有怎么好久没有打，所以说是不太清楚。不过这个我也是不打算就是练打海龙，因为水下的怪实在是太恶心了。起码能血拼能打过，我就已经满足了。这样，哎，应该磨个刀的。哎，海龙人呢？算了，这样我们直接是偷偷懒吧，偷懒直接去磨个刀，然后再来一个怪。哎，好奇怪，我觉得有时候水下这个人物的反应啊，感觉是有点比这个岸上好像是类似于慢半拍。刚才我也是想吃怪类种，但是好像是反应慢了半拍啊，结果是换到了第十件，又磨个刀。这个我是很不明白，刚才我明明是在蓄力防反，但是第一下为什么没有打到我呢？而且之前我也提过了，就是感觉上这个水下这个怪啊，由于比较大，然后就感觉我们这个视野特别的狭窄，应该把这个视野范围再拉远一点，我觉得就。先拦一下吧，这个冲枪是没有血，刚才真的是还有一丝血。哎，我应该是中了一个水压吧，就忘了中水压。哎，什么情况？就是换区了，这样我们先把那个尾巴刮一刮。然后知道没有氧气了，但是刚开始我接触这个水战的时候是觉得怎么说呢？感觉上一直是怕憋死，但实际上，哎，有人又猫掉了。但实际上这个就是你在水下，像刚才报警后，感觉上还能再打个这么个。
反正还能再打个这么五六分钟的样子，你也是不会，你也是不会有什么太大事儿。所以说，感觉上这个报警也是不是特别的，不是很危险啊。哎，哦，这一招甩尾甩回来还有伤害吗？这个是我刚知道啊，刚才以为是那个没有伤害的。没事，多换区就换区，我们打一打酱油，让队友输出。木掉了，这应该是一个蓄力的一个摩托车。现在海龙在学学动作，只有这招貌似是我会看出来，其他的貌似这些攻击动作什么的都是不太会判断。这个呢？谁都能看得出来，这是他逃跑了，这样直接冲锋猛进，直接给突死了。哎，怎么不让我挖呢？再往上游一游。而且我觉得海在水里边，我有时候就是一个是距离感掌握不太好，因为这个刚才是一直在捅，有时候感觉上捅不到，但它就是没有捅到这怪。然后还有的时候就比如说这个怪它游的，就比如说跑到你上面去游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这么打一会儿，这个怪它又等于是又恢复一个应该是恢复水平状态了。有时候我就会产生幻觉吧，就是上下颠倒，我以为这个上边是地板，然后下边是这个水面，有时候就是直接是晕掉了。所以说也是特别在水战吧，每次打的都是特别晕，尤其是像打这种很大的这种像水龙很，尤其是体型应该是比海龙要大吧，有时候就是完全是晕的找不着北。这样哎，起码是一个真心度十的护符啊，但是不是特别的好吧。啊，怎么说呢，技能是一个回避距离加五。怎么说呢，我还是真没有用过回避距离这个技能，一般我都是用回避性能。感觉上性能怎么说呢，就算是打到你也可以滚过去嘛。回避距离的话，有时候那个打到你的攻击你滚的话也是没有，还是会打到。我们看一下，先补给吧。刚才也是血拼了好多的血，包括一个密钥。哎，好吧，有人是送我工会名片。他也送我工会名片。哎呀，这样我们是都给他送过去。虽然，哎，怎么又有人走了？我不会吧？这个，这是在岛屿打的这个，这是白海龙吧？这个房间明明是写的 HR7 啊，这个白海龙是 HR7 的怪，我觉得应该是 HR6 的怪。之前一直是在打这个 HR6 的房间，发现全是水怪，这回换成了一个 HR7 的房间，发现也都是水怪，这是什么情况？这样我们直接上抢走药剂吧，上带两瓶，然后应该是没有什么然后了，直接去吃。哎，看一下我们的状态，发现雷抗性是-10点，这样为了保险起见，我们直接是吃，看一下这个是应该是吃不出，直接吃雷抗性的装备吗？不是这一个套饭吗？
别吃这个吧。一般我打他会有可能是吃这个医疗术，或者说是一般就是一个医疗术配防御术嘛，还有但是现在由于是那个饭它是不是新鲜的，所以说是直接选择这个饭了。这个饭它是会把你的雷抗性直接是提到，应该是提到5啊、哦、不知道是哪个技能，不知道是这个饭的效果还是说这个猫饭的技能，是会把你直接是提到大概是不是5是3，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还有一个是另外一个是猫饭技能或者是这个饭的技能再给你提升3点的抗性，就是直接是变成了8点，应该是这么一个效果。因为你要是吃这个火抗性饭，它不是说给你提升到-22，而是直接给你提到8，所以说对这种还是就是特别套装啊，这个属性特别弱的时候，你可以是选择吃这个属性抗性饭来抵消，从而提升这个存活率。这样我们保险起见，再带个普通的这个怪力，这个叫什么强化药、硬化药。这样看一看吧，然后发现我们的太刀它是换成了，这是麻痹太刀吗？如果看没有错的话，应该是麻痹太刀吧。发现这个大剑带的他这个奇面族是一只猫，就是他戴的这个面具，因为我之前我给查查戴的那个就是这个黑猫的面具啊，他这个好像是一个白猫的面具，我不太清楚是黑猫面具升马呢就变成这个白猫了，还是说是另外一个面具，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这个还有是一些 DLC 的面具我也是没有打出来，它是需要你等于是从那个工会的那个地方去接一个任务，并不是说你直接是随便，就是说并不是说你随便打这个，这个防御方向是错的，因为他等于是朝我来吼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招。还好是没有后续的攻击打到我。哇！这样等于是先奶一下，看一下，因为剩下这刚才这个 Toro， 他呢是刚才是等于是已经给他加过一次了，还好是没有这个都没有看到。不好，我觉得我很有可能中招了。让我们直接滚两下，因为我们有一个猫饭的这个什么技能，总之是应该是降低我们的这个就是异常状态的一个持续时间，这样我们直接是刚才由于是被这个大剑打到了，所以说麻痹了，看能破头吧，没有破头，他们俩去断尾了。说实话，这个长枪打头还是很难打的一个凶祸。这个我就不直接接防反，因为你因为接防反这个也直接是防不下来。
哎，不好，刚才是打得太专注了，所以说是队友在做什么，我也是没有怎么看啊。这样，哎，还要干什么？哎，这招呢也是提醒大家一下，直接飞扑了，因为是不知道他在瞄哪里啊，也是要往后面防御，因为这个技能它是有一个弧形的这么一个闪电什么的一个范围。你说说，有时候这个，哎，有时候你是之前我是吃过这么一招，哎，直接飞扑了。是直接是等于是他打到了别人，然后我防御是结果是从后边就给我打过来，非常的烦人。哎，这个人怎么直接晕掉了？应该打的。判断失误了，刚才我以为是这个海龙直接想换区啊，结果来了一个回马枪。这样我们是等于是，哎，这回是换区吧？这个，真是好奇怪，刚才我真的是以为他在换区。哎，看一下上面的时针，刚刚过了五分针啊。这样我们还应该是这个抢走药，应该是时间是快到了。先把血吧，先来个血，然后怪力种子有没有喝呢？不太清楚。这样一会儿准备是抢走效果一过，直接是再来第二瓶。哎，这是干嘛？又来一个推倒之后打他这个背上的那个壳去吧。哎，看那个又要爆掉了，也不说爆掉了，但是没有倒地。哎，刚才呢我是想直接是哎，想直接是等这个硬直自然结束从而接防御，看来是没有来得及。哎，防御砍一下吧。不好，这个貌似是要中，也挺好危险。刚刚是在刚才这个抢走效果消失的时候，他放了一个这个蓄力的电击，蓄力电击还是非常的危。蓄力电击主要是有时候会就是让你连续中招。同时是导致你直接是耐力啊，直接是给打没掉。我看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这还真看不太出来，因为这打的这个海龙啊也是打的比较多。带电龙车我还是能看出来的。嗯，哎，发现有人晕掉了，直接先给他奶一口。还好奶了一下，不然刚才很可能危险。哎，看到没有？刚才的这个，刚才就等于是连着打了两下，然后第三下的时候我是大意了，等于是没有，应该是不应该松开我这个防御键的。哎，又是一个铁人铐，这个海龙的铁人铐，我这么一套套装应该是防御性能应该已经是防御性能最高了，不能再铁了。不能是再高了，也是铁人铐是防反防不下来的，所以说，我可以试一下。哎，看到没有，是没有打出防反的。哎，发现这个属性要爆掉了，哎，又爆掉了，但是为什么没有倒地呢？我感觉打对地儿了。哎，这回是躲不开了。
刚才他应该是准备是放一个这个是就是原地的这么一个转圈技能啊，可能是，但是应该是被我们打断了。哎，这个是直接是精心猛进。啊，对，我刚才说是想要这个直接是过了。哎，还好我们陷阱上出来了，上出来的话，既然是他要捕获的话，染色这个是这个活跃，我就不用扔了。哎，这样成功是绑架了一头这个白海龙吧。现在利用这个结束时间，随便去欺负欺负小精灵鹿。哎，不错，得到了一个他的鹿角。哎，你呢？你别跑！哎哎哎哎哎哎！哎，看你给什么？给了一个，这个东西叫什么什么的皮，我没有看清楚啊，我是太快就直接跳过了。这个是有价值的皮革，总之，哎，这个我还真忘了中文版叫什么，貌似是高价的皮吧，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哎，另外呢，海龙，我发现海龙它睡觉姿势还是非常可爱的，所以看一下是传承了一个环儿，有点像这个。就是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一个这个蛇，就是拼图嘛，就是一个九个蛇，然后从一个蛇给你切成九段，然后你把它自己拼起来，那个是可以拼成一个环的，就是跟这个海龙刚才一个睡觉姿势有点像。然后一个哇，水属性攻击力负九点，这个实在是太可怕了。哎。这样，这一期我觉得也就直接录在这儿吧。说实话，真的是不是特别打得我啊？怎么说呢？不能说不高兴吧，就是不太，实在是再不想打了。全是水里边的怪啊！我也是尽量是，我已经在避免这个打水里的怪了，也是特意找了一个这个 HR7 的房间，因为我印象中 HR7 里面的怪水怪貌似还是占少数的吧。结果又是连着打了两只，这个也是没有办法。不过总之也是这样吧，这是我们这期，希望大家能喜欢，下期再见。